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好，真的很抱歉，一路被拉着拍照。今天刚好有两团参访团了，那也感谢我们今天在座有我们曾明忠曾委员，还有我们那个陈曼丽陈委员，还有我们今天与会的各位同仁。那我们先请议事人员先读一下。立法院第124届经费稽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议程，时间中华民国108年5月17日星期五中午12:10至14:00，地点本院群贤楼101会议室。一、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124届经费稽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事录，时间108年4月19日星期五中午12:10，地点本院群贤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徐永明委员等8人，请假委员周成秀霞委员、列席人员林秘书长自家等30人详签到簿。主席吴坤玉委员记录成议会。一、经出席委员推举曾明忠委员为临时会议主席，主持会议选举本124届上半年会期经费稽核委员会召集委员及决定轮值办法，并订定例行会议日期。一、依立法院经费稽核委员会组织规程第4条规定，每会期应选召集委员3人，经出席委员全体共同推选吴坤玉委员、林立强委员、施一方委员为召集委员，轮值次序依序为吴坤玉委员、林立强委员、施一方委员。二、本届经费稽核委员会例会日定于会期间每月第3周星期五中午。二、报告事项：本院108年度预算执行情形报告，截至108年3月止，决定准予备查。三、临时动议：一、陈怡明委员提，请人事处总务处主动协助本院身心障碍助理及职工同仁（含清洁班等隐性需求者）依《身心障碍权益保障法》第37条，协助身心障碍同仁职务再设计，依身心障碍者特性分派适当工作。例如，为肢障员工改善移行无障碍环境，或者为听语障员工调整至静态研究单位。此外，在注意身心障碍者个人隐私、意愿及个人资料保护法下，也可以透过劳动力发展署委托职务再设计专家辅导团队至职场实地访视评估，提供职务调整及工作改善建议，借由工作环境、工作设备、工作条件的改善及提供就业辅具、调整工作方法等，每个单位最高10万元补助的辅具服务，让本院身心障碍员工克服工作障碍，更能发挥其才。决议，请人事处、总务处协调整合延除。散会12:20，宣读完毕。好，那我们来确认议事录。那议事录有无遗漏，还是有任何意见的吗？没有。那没有，我们就通过下一个议程。二。本院108年度预算执行情形报告，截至108年4月止。好，我们请主计处黄处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立法院108年度截至4月份止预算执行情形报告，有关108年度截至4月份止预算执行情形，详如附表一、附表二。仅就税入类经费类项目重点说明如后：第一，税入类截至4月份止累计分配数569万9千元，累计实收数642万9千元，主要系财产收入613万2千元所致；第二，经费类截至4月份止累计分配数12亿8658万5千元，累计实支数11亿8634万2千元，执行率92.21%，主要区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委员问政专项经费，包括委员税费及工会等6个工作计划，截至4月份止累计分配数5亿4487万4千元，累计实支数4亿9763万元，执行率91.33%，主要包括委员税、工会及选民工会、工会助理酬金等人事费4亿5481万5千元，委员研究室、住宿会馆、水电通讯会、办公事务会、国内外旅会等业务会3847万5千元，党团补助会434万元。
第二亦是行政资源经费，包括一般行政等六个工作计划，截至四月份止，累计分配数7亿3636万7千元，累计实支数6亿8806万2千元，执行率93.44%，主要包括职工薪俸保险及退休储金等人事费5亿3193万1千元，院区水电通讯会、资讯服务会、国会频道委托转播等业务会1亿3739万2千元，国会图书馆图书资料库购置等设备会1838万6千元，退休职工三节慰问金等奖补助会35万3千元。第三，一般建筑及设备经费，包括营建工程等三个工作计划，截至四月份止，累计分配数534万4千元，累计实支数65万元，执行率12.16%，主要系购置私人座五元右公务座车案、课证办理、采购招标作业中之影响预算执行进度。以上系本月108年度截至四月份止之预算执行情形，就业务实际需要及规定程序，本遵循原则核实检讨办理，整体预算执行上升甚长，请就重点内容扼要报告，敬请指教，谢谢。好，谢谢我们的黄处长。那我们立法院108年度截至四月份止为止，那我们的预算执行情形报告准予备查，那就通过。那没意见，好。那有没有临时动议？好，我们的曼丽委员。我想要请这个相关单位能够帮忙统计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是新的劳基法嘛，哈，那劳基法通过之后呢，我们的驾驶的那个加班的费用哈，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比以前更多，然后多的话是多多少，我希望能够在下一次会议的时候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报告。因为我有听到一些，就是说有些委员他们也认为是说他们周末只能用4小时的车辆的时数，那如果是说我们现在的在劳基法修正之后，如果我们其实是不会增加我们太多的这个加班费的话，是不是在这个部分能够再弹性的放宽？好，我想说这个可能还是要用数据来说话。以上，谢谢。我们请总务处。主席、各位委员呐、关于陈委员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驾驶同仁在劳基法实施以后的加班费情形哈。那么1例1休以后，因为有一些新的限制，那主要就是因为7休1关系啊哈。那再加上我们的那个驾驶同仁，因为他们要休息关系，所以我们是有限制，希望能够在6日里面只有一天出车。好，那一次委员大概是出车4个小时。那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呢，一个是因为怕那个。我们的驾驶同仁里面过劳，这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在一例一休那个时候是出1小时就算4小时，5小时算8小时，目前已经改成核实报销了哈。那目前整个驾驶里面在他们平均哈，平均在那个驾驶领用的那个平均资领的加班费部分，大概平均我们上限是80小时，平均大概60几小时，那平均大概一个人可以一个月领到14000多块，所以这个金额不算是少哈。那当然每一个驾驶情况它会有不一样，但是平均部分里面我们都会考虑这个状况。那之所以要让那个驾驶里面六日也能够出来测试，也是公平性的原因呢、因为有些驾驶他可能六日不愿意出车，但是为了我们要让他能够都正常出车，也有这些限制。所以目前的话整个在那个驾驶的加班费的部分里面支用是蛮正常的。那同仁人里面驾驶在出车里面，我们目前也没有接到其他一些抱怨的情况。以上做补充说明，是谢谢。好，谢谢我们这陈委员。好，我讲的是我们的加班费的增加的统计啦，因为我们原来也许我们在去年也许我们加班费只编了100万，但是我们今年也许编了120万，但是这样子的状况还够不够？我们的加班费如果说我们今年编了120万，陈委员上怕钱不够了，问你看要不要多编啦？目前我们的加班费没有问题。对啊，所以我要知道数字啊。好，麻烦嘛。那我们再请我们总务处这边也把整个那个经费的整理好，有一份给我们各委员，好不好？我们下次再提出比较详细的说明。好，下次好，谢谢。
还有吗？没有。那没有，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此，感谢大家，谢谢。